高端美肌要价881元，被质疑太贵。陈时中对此表示，哦，前一段时间大家不是都说买贵也要买，意思是中央因为不签上的合约，到时候一剂疫苗都买不到。市长您怎么看？市长哦，好不容易为了要回答这一题，还是做功课你的。你知道考第一名的条件是什么回事？第二名考的比你差。现在 AZ 哦，一剂111块。Moderna 416块 ，BNT 540块，那所以高端要881块，那你要比人家贵，哦，还不知道你有效没效，所以说人家这个是有牌照的，哦，有认证的，价格知道，那，啊，你这个不好不好，啊，这我们怎样，而且要贵很多。当然你要讲说支持本国产业的哦，啊，算了，不要批评了，反正那天我已经够黑了，不要再讲了。